下一个是个王老吉。我就是想问问大家，你们日常生活中见过什么样的盗版食物？比如说七匹狼变成了七匹大狼、啊、没错，今天这期视频就是个沙雕盗版。要认为这些有的盗版很蠢，说实话，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，你真的容易被瞒天过。我身为一个新人 UP 主啊，我有没有可能会非常想要底下这个大拇指，这个还有旁边那两个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 OK， 那我们这期沙雕盗版呢，点赞过500，咱们就光速更新。下期是小白兔奶糖。哟，哎呦，我第一眼居然觉得没什么不对的，这个是最恐怖的，兄弟们啊！大白兔奶糖大家都吃过吧？这个是，哎，这个是小白兔，你看。好家伙，好吧，这个鱼龙混珠之章法，只能说真的，它这个包装啊，各种方面的这个设计啊，如果大家就不去认真的看的话，真的很容易给看成真的啊。OK， 咱们下一个这个王脑骨，我把吉换成了骨啊，这两个还比较相似啊。想说一个比较细思极恐的一件事情，大家呢平时可能吃的一些食物，你们没有仔细看包装啊，在什么小卖部买的，你们认为是正品，像这样王老骨啊，你可能喝了一瓶王老骨，不是王老吉啊。蒙牛酸酸乳啊，这个没什么不对的呀。 10 days later， 这个牛不对啊，这个好牛啊，这是好，哎呀，哇，差一点，哇，差一点没有鉴定出来，你这么换成豪牛了，这个家伙，好家伙，行吧，我一开始还以为没啥问题呢，结果啊，有谁喝过这个牌子的豪牛啊？我是不敢喝啊，我不敢喝，它这个奶说不定还是老鼠奶啊。316，这个有啥不对啊？我没看懂啊，家人们，这是一个鞋子的品牌吗？我对鞋子品牌不太懂啊，我真看不出来，可能这两个就是正版啊，这个图片可能不是一个盗版。咱们下一个啊，海之盐啊，正版我喝过，汤之盐，哎，这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你是不是找不到海？你这个盗版非常的失败啊，没有欺骗到观众啊。话说咱们就是说这个汤之盐，它是不是瓶子更大一点，这个容量比这个海之盐更大啊？如果你这个味道啊可以的话，也不是咱们也不是不可以试一试。小亮同学，这个，然后小明同学，这个什么是小明吗？然后是小明同桌，然后是小米学长，操！哎呀，越来越离谱起来了。你干脆把全班都做成这个饮料，再来一个小明班主任，再来一个小明校长啊，小明那个什么什么啊，都可以安排上，这样子全家桶就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下一个是个王老吉，这肯定是个辣条，家人们，这肯定是个辣条。能取出这种名字的，我已经想不出来是别的什么了。它绝对不是那个凉茶啊，它绝对是个辣条之类的东西。还王老吉呢啊，你这个鸡。中原石化，上一期我记得是看了一个什么中固石油啊，你这次来一个中原石，加油站都敢假冒的嘛，加油站都能假冒，哇，太牛了，家人。OK， 咱们下一个这个何其，真的假的？这不是 P 图吧？何其这个玩意我都不敢读啊啊，何其掉，哎呀，何其掉。你别说，我还挺想喝喝的。这个何其掉，它是个什么味道？我很好奇，好吧？不会真的是掉味吧？你要是能做出掉味，那我真的，我每期都。本期最佳，本期最牛啊，最嚣张的这个盗版产品，狂，兄弟们，我只能说狂。OK， 咱们下一个超级火，这是在暗示我吗？我以后可能会成为什么百大 UP 主啊？你放屁！说实话，这个名字还挺有寓意的，还挺好的，还挺吉祥的。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这个沙雕盗版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谁有这个何其掉这个饮料的话啊，就可以啊联系我，好吧？然后给我寄个一箱过来，我保证喝。